我们说什么人才信这个玄学？啊，怎么又什么人定了呢？人都会变嘛，当然会变，但是一些人生来他就是比别人啊聪明点儿，又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，就反正你认的这个父母嘛，那生来就不同，然后后天，要么先天遗传，要么后天教养，那都有，那自然他就好。但是要戒骄戒躁，有些天才所谓的，啊，从小，就是很行，但是到后来就不行了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很多高考状元呢，提前说几岁十几岁就拿了，甚至最高学位。那么你们看他这种人都很偏科。你会发现都是特长，那偏科也分不同的科，你比如说语文学得好，那可能生活中有的时候会历练比较多，比较常用，那还好。那有些偏科就纯粹是将来就是专家了。你看所谓智商很高的人，他情商不一定高，甚至都是分配的，均匀的，他一定不高。那在数学每天就抠那个数字很行，但生活近乎不能自理。那我们不是说这种人不好啊，他有他的一个专长，来有特殊的任务。那其他方面甚至感觉像呆呆的啊，那这是不是大智若愚呢？那在有些方面他不在乎。这个衣食，啃干馒头，好几个了，好几个这种高考状元，那后来人生怎么样，也不一定怎么样，但是在专业方面他绝对是行，我们不好去评价这种人，还是建议大家综合发展。那么前面说了。那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这个也不一定，你要读万卷书，也要行万里路。啊，破万卷书，那它有个相对的，这个不能成为你某一项的一个借口。啊，我专门就不读书，光是阅人不书。那古人一辈子留下来几本书，甚至一本书，那不是白活的。那你老祖宗一个个的，曾经都鲜活的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留下了宝贵的、仅有的经验。那你不学？那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，更是千年不朽，不是现在随便就写两本书。你看现在的书看得很快，没有意义，看了半天就那么一两句话。但是你真抓到重要的一两句，像古人尤其是，也就够了。那个书百读不厌，总有新的领悟，真的有这样。那当然有名师指路更好了。啊，你能够梦通。甚至梦里面给你指点，那就仙人指路了，那更好了。就是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，那找到那个感觉以后，长此以往，不断的静下来，在这个状态下，不管是练功，不管是生活的这种心态的体悟，那不是简简单单知识所能悟到。你学的再多，反而成为障碍，那还不如不学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然后，当然有些人死读书这种，也不建议。那有的确实生活是现实的，至少你跟现在生活也要接轨，多少过得去嘛，得明白嘛。